一椒鸡排，特别嫩，特别嫩，黑胡椒口味的，巨嫩。这个减脂期间也能吃啊，看它这个鸡肉特别好，很嫩。这个有10片和20片可以选。黑胡椒口味儿，特别好吃。老嫩老嫩了，我这个是油煎的。就放一点点，一点点油煎就行啊。